这个老爷们，对不起。Why did you ask him? Why did you ask him to help you? 是你叫他的吗？5月30号，798物业给我停电。然后停电之后呢，我给老人打了个电话。因为我在这个之前，798物业就给我停过电。我跟爱人见面的时候，我说那个798给我停电，他说你再停电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有发电机借给你用。因为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他旁边，他是跟他的孩子踢球。啊、哦，踢球是拿发电机那天还是？对。啊、嗯。然后那个你不在或者什么，然后他说。你先带上了，你走，然后那个潜水很快来了，他帮我那个用这个东西，所以那时候我知道他有想法，为了把他的发电机送给或者借给胖子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你。是